好，清晨六点多，天微亮，一样又来到这个地方调查。现在是除夕的清晨 ，OK， 一样啊，试试看吧。当时有一些钓友知道这个钓点，看看怎么样。湖边，这里跑蛮清楚的、啊，现在天亮了。不用了，还要测试电子浮标的，后来天太亮了，这很久没有用了，不过还会亮，有机会再测试。
钓鱼啊，小钓一些，小晃还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